这个标准，你看一下，一牙带一叶。我们的活动就是跳舞，是古波嘛。如果我们有开心的时候，我们要跳这种舞蹈。我们学习汉语言的专业。我喜欢一首中国歌，就是《甜蜜蜜》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我觉得很好听。我来中国6个多月了，然后我觉得现在天气很凉快呢。我是第一次来中国的，现在来茶馆跟老师们来采茶，就是很有意思的。我自己是很喜欢喝茶的。我们今天就是想让他们第一个是能够接触大自然，第二个呢是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茶文化，另外呢我们也希望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所在的城市，所在的区，能够更好地爱我们学校，爱我们这个江宁，也爱我们中国。今天的我们来采茶。